星范冰冰过去因逃税事件演艺事业跌入谷底，近期她主演的女同志电影《绿叶》入围了第73届柏林影展全景单元，她也现身在柏林的首映活动，一到现场就被大批影迷包围。开心见到你，特别开心，我也特别开心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冰冰，必须有新作，然后入围三大，不停的入围，听到中文就很亲切了，谢谢冰冰老师。记者会上被问到过去五年被封杀的心境，他坦言五年没有拍戏其实对一个演员来说很残酷，随后也不避讳大方地说，人生本来就有高有低，在低谷往上走时虽然很艰难，但也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世界，看到不一样的人心，并在最后感谢大家的关心，表示自己一切很好。此外，过去曾穿龙袍仙鹤青花瓷装踏上红毯的范冰冰，这次的红毯造型也备受瞩目，她以一袭白色莲花旗袍登场，看上去十分典雅气质。在红毯上也亲切地帮粉丝签名。